学姐，还有我们的高长系的男张学院主任，还有所有医疗师来，还有我们的范学姐，还有我们的学姐，非常多哦，云的学姐，这是都来。
现在可能还在路上哈、哦，他们是在放机岛那边。如果大家有这需要要旅游，也可以跟他接洽哈、哦。那贵宾介绍我们，接着我们就请我们大家长吴校长来为我们讲几句话，谢谢。因为上礼拜我讲过，
但是我觉得还在讲，是因为这故事有点感伤，但是或许大概从感伤里面找到我们校友应该为我们的学弟学妹做什么事情的方向。学校目前在推中国式化，我们希望我们的同学，在这四年里面，至少大概五年或两年吧，最好要有一次出国经验，因为出国对同学来讲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你到看看外面的机场，外面的一个这个城市，在配合的交流，他可能是一辈子就改变了。就好比马云，大家知道吗？对不对？马云这辈子就大改变，为什么？因为他有一年的暑假到澳洲跑两年。他就是两米半，你看，整个就改变了，那成为现在整个中国的、整个学术界的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我觉得我们的同学也需要这样一个时机。那我每次讲的故事啊，刚好上半年参加另外一个活动，是在台北啊，是一个我们的国文读写的一个成果发表会，来了很多我们的同学。那我就说那些同学，我就跟他们刚谈这个主题，说那些同学怎么想到我们台北来的？他说啊，他是第一次坐高铁，第一次坐高铁到台北，我现在心里就有点心酸了，那有点心酸。我在讲国际化，他现在台北还第一次来，坐很少来，还第一次坐高铁，我这里面真的觉得有点心酸。所以我是说啊，当我这边也没有说要跟各位谈单啊，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说，有时候大家可以多关照我们这些同学啊，然后大家将来心有余力的时候，可以帮助这些同学，我们也帮助这些同学。好，我想啊，今天这个非常感谢吴波老师啊，带来那么多这个就从中子南山啊，听说将待会要送送通。OK， 好，谢谢啊。那因为可以教各位做那个种子啊，种子盆栽啊。另外，今天有手工香的，老师杨老师，有人看到？哦，还在做啊，还在做原料啊。好，我想让今天我们的两位讲员也非常再度谢谢我们的校友，还有校友的亲属，还有我们的支持我们辅音的一些朋友，还有媒体记者，谢谢各位，希望大家有美好明天。
十三年一个绿色的植栽在颁奖院呢，他们现在在推广那个种植的一个作为老人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健康哦，他们现在推这个，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到我们学校可以结合观光还有长照，我们都把它结合起来，去整个做一个推广哦，就所谓的俗称的叫园艺治疗。我们那个高场系的主任哦，张主任对这个园艺治疗非常的熟悉。好，如未来等一下我们要请他哦，有机会跟我们校友分享一下目前我们现在高场系的一个推广哦，包含一些治疗等等，包括我们等一下的手工香皂。手工香皂呢是我们校友哦，梁慧娟，她也是我们学校的校友，现在在我们学校当职员嘛，也很乐意的出来替各位校友来服务。这个香皂，哦，希望因为这方面买到香皂很多都是添加香精、添加原料，而学姐这边的一个香皂呢，她长期我带拿着，然后我都会给我使用，哎，用起来真的很好用。所以今天大家要把它的配方给二分离哈，好，可以在家里自己作用嘛，哦，好，那提到呢这个食材，我们也要很谢谢我的英姐啊，她过去在我长期在旧里桥的。互动哎，英姐在旧里桥对着植栽哦，对当地的一个志工的一个分享哦，整个旧里桥每个志工我看每人手都至少有好几盆哦，在家里哦，你看哇，怎么这么多？趁着这个植栽很棒，也希望经由透过今天的活动哦，除了校友的交流，也希望说我们学到一些专业哦，回去做一个分享哦。在此也要预祝今天所有的活动哎圆满顺利，好，谢谢各位小姐，谢谢你们。刚刚有学姐在问我说，上面挂的那个木头一块两三千是什么呢？那我觉得就在这个背景，我是解释一下哦。像我们生意这边要不要你来解释？对不起啊，我怕我讲的不完整，我只能说木头一块两三千，但是我要讲木头一块哦为五下啦哦，但是两三千就有校长来解释，谢谢。好，对的。这个故意放的，很忘了拆掉了。好，那这个啊，目前是学校正在招生新生啊。那除了一般招生新生以外，目前我们也在招募转学生啊，转学生啊。那这一个啊，就是针对转学生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广告啊。那这个是说，我们希望啊，我们的校友。那我们学校是非常优质的学校，那正如刚刚会有讲，很多人认为他大概还是以女为主，大概是不是？像希望目前主系大家知道吗？16个学系，好，我们学校很特别哦，我们校目前有9500个学生，有16个学系啊，那这16个学系啊，根据大陆的说法叫一朝。这从什么？从出生一直到终老。这个出生我们有这个助产系，那终老有这个高职道系，我们一共有16个系啊。那就包括我们有4个学院啊，都有两个，反正说一下，我们4个学院。第一个是物理学院啊，可能很多这个学长学姐可能没有跟上，把大家复习一下。第一个就是物理学院，4个学期。护理系、助产系、健康事业管理系，另外还有什么系呢？还有高长照系，这四个系。另外还有医学与健康学院，也是四个系。物理治疗系，医疗检验系，啊，保健营养系，啊，健康美容系，四个系。另外还有环境。生命学院也是四个系，啊，环工系、职业安全卫生系、生科系跟应用化学材料系，啊，那还有人管学院，啊，人文管理学院，包括应用外语系、休息系、幼保系，还有这一个资科管系，啊，我们现在目前主要是有这16个系，这些系呢，基本上通通都围绕在。健康照顾这个主题，那我想这个跟位这个学长这个报告，主要这几年啊，在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学系的特色建立，我
常给我们的这个老师还有系所讲，没有特色不可能经得起未来的。今年26万的入学的学生，全国10年后只剩多少？10年后只剩多少？大家知道吗？10年后只剩16万。从现在开始，每年大概今年减少1万5千人，明年听说是10名，后年开始每年减少1万，一直到117学年度只剩下16万。注意哦，进了26万，还有13万。当然我一直跟我们的同仁讲啊，最好以企业常态，没有不景气就不珍惜。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学习那是要捡起来。我想大家有机会看看学校啊，目前都在建设当中，譬如像健美系啊，就是健美系、健康美容系，花1000万把整个宿舍给弄起来。护理系、奥斯卡也弄起来。现在每个系在做，下阶段要做的是高层造型，每个系统都会在这里面花大量的一些设备跟经费引流，建立特色是我们的要求。第二个，教学品质啊，真的很高。我们同学很多都是家里比较的，特殊啊，每年还要交这个10万8万的这个学费来。假如我们不能够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一个很好的教学品质，我觉得我应该没有感情。所以我今天对教学部分啊，我是亲自督军呢。我经常在后面听老师上课，啊，家里问问题晚上就会，事后就会跟他做协同。好 ，OK 啊，我想这边也要跟这个趁着机会，也跟我们这个校友啊，这个喜获一下，有机会啊，帮学校招更多的学生啊。这个学校目前的进步呢，不会让各位失望。啊，这个是啊，这个是转学生啊，请麻烦啊，还是应该啊，他可以啊，这个注册时间6月5号到6月3号已经过了啊，但没关系啊，随时可以推进，哎，我们还有名额啊，然后向我推荐啊，我们想办法优先摆进去，好不好？希望现在也是那个。高新生的组织，包括二期的新生、四期的新生啊，四期、二期、五专啊，二期是后天就礼拜一，要这是什么华科发的，然后接着是五专啊，四期啊，那我们有进修跟这个啊，跟这些部啊，相关的这些资讯可以跟我们的打个电话也可以，这个高新生。好，那今天就这个广告时间就到这儿了。非常谢谢各位校友支持，也恳请各位校友支持。谢谢。刚广告的声音已经打完了，现在要广告都要画面，对不对？那就邀请我们所有的校友，大家一同来站在我们校长后面，回味我们今天的环法生活小尖兵活动，好不好？先合影一下，留念一下。那我们等等大家可以留言，也赶快扣下留言，让那些小伙伴们来参与的，也能够来活动怎么样？同在好不好？我们也欢迎直播老师，我们特别小团队，我们一起为这边这边感谢你们的协助哈。
大家就透过我的一个大家再次的掌声，谢谢我们校长啊！我们来感谢各位校长跟我们的母校啊！那我们第一个场次，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郭丽老师。没有懂很多都没有关系，因为
相关的感情的情况，是这样，这是麻辣的造型哈。然后旁边那个是红龙果，所以呢是当季的蔬果，你们等一下去菜市场就可以带一个红龙果回去洗一洗，然后把它种成这样哈。那我是有设计过的，所以你会发现它长大变一个爱心，然后一年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移植到这里了，那就变成它可以住在玻璃屋里面的红龙果。那这个呢是月桃树，有看过吗？月桃树也是我们台湾原生种，我们台湾大概有18多种的月桃哈。那你只要有空呢，到花店啊，还是庭院、庭花，都会看得到月桃树。那月桃树呢，五节特殊哈，也会就是倒吊开哈，然后会开各吊开哈，就是。那它是它的种子旁边，它的种子呢可以做成参照花，它里面黑色的小种子还可以做成我们现在应该都听过的口味耳的人丹，口味耳，怎么样对吧？好，好，然后就把它黑色的种子呢拿来种的时候，就种成这样一盆小小的小盆栽哈。那我们的小盆栽，你会说那个花心这么小，怎么可以容纳那么多种？你们今天种了，你就会知道它真的可以哈。那我们家虽然很小，我们现在都住大楼啊，根本没有土地。你种了一盆小盆栽呢，你回家就有一座小森林哈。好，这个就是月桃花，它是倒开的，它的这个茎可以拿来做藤编，好，打一打压扁了就可以做藤编。好，那现在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就是毛氏，有看过它吧？看起来像花，但是它不是，它真的是种子。好，它是种子。然后长大以后，它是变绿色的叶片的哈，这是毛氏，是只有水根而已，插水哈。好，那个这个也是浮木。九月以后呢，我想校园都很多浮衣，然后很多家里的门口也会种浮木跟桂花，就是富贵啊，富贵的象征。那我喜欢种很多浮木哈，像这个这一盆就是浮木，好，把它种满满的呢，你就可以福气。很的福气哈，福气满满，福气满盆，可以送给你的好朋友哈。那这个是一颗柚子，你看一颗柚子就可以做成很多的，还可以把它做成玫瑰花，然后晒干了以后可以点来做蚊香哈。然后它的种子还可以拿来做种盆栽，它的皮外皮还可以拿来做酵素哈。这是一颗柚子就可以做这么多。哎，柚子大概中秋节就有了，所以呢，你们也可以去菜市场买一颗柚子试试看哈。那这个是我们在社区的妈妈一起玩种子，他们说呢，玩了种子以后呢，是心灵上的充电啊，比精品电子还有力哈。所以呢，今天大家上了课以后，出去一定要劳碌功，而且心力百倍哈。那玩了种子以后，种了以后，你当然就要心情等待。我们的种子，今天种的种子大概2个礼拜以后才会发芽。啊，你不用每天看着它，你还会发芽。哦，不用，你就轻轻的等待，它真的就会发芽了。不对哦，你还要给它水，而且你还要施魔咒，要施什么魔咒？还要告诉它你很爱它，你心里有它，它才会长得跟你一样漂亮。所以等一下你拿到种子的时候呢，你要告诉它你叫什么名字，它才会记得你。才会长得跟你一样漂亮，而且你要告诉他，今天开始你是属于我的，我是属于你的，你要长得跟我一样漂亮。你们看到的这些长得很漂亮，不是都跟我一样漂亮的，好，长得不漂亮就不是跟我的哈。那你们看到的这一盆就是这个蒲葵，种这个蒲葵要很久，它可能9月以后10月、11月才会捡到种子，那捡到种子以后你要敷养敷到半年，大概半年。所以呢，种蒲葵等待的时间很长，所以你在等待的过程中，你就会很开心。忽然间，怎么这一颗发芽了，那一颗也发芽了，忽然间全部都发芽了，那种开心呢，不是可以形容的，所以要自己玩一玩才知道哈。那校园里面也很多蒲葵树，我们市长陈局他整个高雄市的行道树跟公园也种了很多蒲葵，所以呢，你们可以去公园走一走，还可以捡一些种子。那这个是迷你香，有人说种在这里真的会开花吗？真的，真的会开花。你看，它就开花了。
那不是每一盆都会开花，所以呢，要看你怎么爱它，它就会表达它对你的爱。那这个我想，或许大家都有去过啦，日本的太宰府的天马女宫里面的这个碑美，都会去看这个碑美。好，那为什么会有碑美呢？花好多坏事有感情，因为它的主人呀、要被点到九州很远的地方，然后这个碑美它每天都一次作对，跟它有感情。那一夕之间呢，这个碑美没有按图接受，主人要走的时候跟他说，你呢虽然主人不在了，但是呢该开花的时候你还是要开花。而且要把星星标案给我，这个碑美令人感动很伤心，不知道。但是呢，隔天主人一走，隔天晚上开门就看到碑美这两颗就站在他家门口了。所以这个就是碑美的典故。它下面这里还写了两个字碑美，哈，它表示植物是有感情的，它是比较感情的。那很多人呢就说，我的种子盆栽，我家又没有地呀、也没地方放啊。所以呢，你可以放在餐桌上，放在你的厨房上，还有可以放在你的浴室、寝室都可以。因为我们的种子盆栽是没有动的，所以它就不会有流水现象，也不会有灯隔热的现象啊。所以呢，我们的种子盆栽无所不在，在你家里都可以放哈，而且是正常的灯光就可以活得很好。那这三个姐弟呢，他们说呢，他们家也没有地，他也没时间种，所以呢，他就把它种在身上哈。好，一个人就拥有一棵树。那他们说，下面那个英文字叫 Ohana， 就是家庭。他们觉得这个大树呢，就像一个家庭哈，孕育了很多丰富的生命哈。那我想今天后呢，大家呢家里就会多了一盆孕育生命的地方哈。好，那这个是蒲公英哈，这是我上个月去清大的时候遇到的，为了玩蒲公英就在那边玩了一半天哈，玩这个。蒲公英它的花语就是多情哈，然后听不了的爱。希望今天以后呢，这个蒲公英的种子就是各位哈，就飞到各地去了，把这些爱呢散播在各地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它了，因为时间有限哈，所以呢，我们的两位助教已经帮大家把土都准备好了，等一下你们就不用去拿土了哈，它都装好，拿来就可以种了哦。那先介绍一下你们今天要种的白树子，有听过吗？就这一棵哈，这一棵跟了我快五年了，好，就它。它从小小的盆栽给它换大一点，因为它长大了，就给它住栽就是房子，好，就它哈。那白树子呢，它是我们台湾的特有种，也是全世界只有台湾有的植物哈，它是大戟科哈。它最主要就是生长在恒春半岛，恒春半岛温暖地形的靠河。土地就比较不肥沃，但是它可以在那里长得很好，表示它怎样？它有非常大的什么毅力哈，然后呢，它很耐寒，还有很耐盐，还有耐风，所以它通常就拿来做防风林哈，春天的风就它会有落山风哈，所以呢，它可以在那里种植很多哈。那因为它的树干都是呈现白灰色，所以它是名字这样得来的哈，白树仔。那外国人给他的一个名字叫沼泽白树哈，表示呢，既然是沼泽白树，就是它可以在海岸边啊沼泽处呢就可以长很多。那今天大家拿到的种子呢，是我们就鸟巢协会呢，我们经理他们因为要修剪白树仔，所以修剪了很多种子下来。那我们经理跟我们的职工，大家帮大家洗，帮大家洗的种子哈。那那个种子真的非常不好洗的哈，等一下你们看就知道了。那白树仔它的特色，它的叶片就是这样厚实的，像皮革一样很厚哈，硬硬的。那它的叶子呢是互生，互生就是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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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生长的哈，这是它的叶子。然后这是它的花哈，它花有分雄的跟母的，哪一边是母的？右边，左边呢？哎，公的哈，在植物界哈。公的都特别漂亮，母的应该比较含蓄，看就知道了。这个很含蓄、很温柔的，就是女的。你看那边那个男的就比较阳刚，好，这是公的。好，所以公的呢是不会结果的，母的才会结果。它的种子，这个就是它的种子。它外面还有一个假皮，里面还有一个白色的种仁，好，包着它的种仁，好。所以呢，要先把
把这个壳剥掉，再把白色的皮去掉，才会剩下黑色的种子。好，好，那因为呢，我们的时间很短，接下来又要上手工皂哈，所以等一下我们拿了花器哦，就请大家各就各位。等一下呢，我们的老师会把种子放在各位的手上哈。那先介绍一下，我现在先介绍一下我们桌上摆的这些盆栽哈，也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些植物。那你们现在看到的跟它长大的样子，或许会不同，好，或许会不同哈。那如果有兴趣的，你还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哈。那我先从这边介绍好吧。好，这个是文殊兰，文殊兰在新津的海岸边界的，他也喜欢海哈。这笑脸应该也很多，它会开白色的花。这个是塔树，塔树呢在我们鸟松的行道树，鸟松不是大马路中一排都是塔树哈。我的种子几乎都是我们高雄市的行道树，因为我们市长他比较重视绿美化，所以他种了很多行道树哈。那这个是竹果，好，这是竹果。竹果可以辟邪的，日本人很喜欢把它放在桌上哈，还可以防小人哈。我们防小人的还有它喽，啊，是这个，就是防小人的。放工作上呢，放一盆它呢，保证就没有小人了哈。这也是我们海岸边会很多的海龙果，啊，这个是胡威宇，等一下要送给刚刚有奖问答有答对的那位同学，还有这位帅哥。这个我们南部就比较少了哈，这个是小叶刺兰，啊，小叶刺兰，它冬天才有种。那这个是咖啡豆，这是咖啡豆哈，这是我们高雄市大树区，哦，我们大树区有一家红豆咖啡，还有一家雅子香草园，雅子香草园里面的咖啡豆哈，老板在住的。这个呢，有看过它吗？落雨松。落雨松哈，这个是蓝棕榈，蓝棕榈它也是棕榈类，它的特色就是它的种子很漂亮，它的种子可以拿来做吊饰哈。啊，这是枫叶哈，青枫哈。这个枫叶比较不好处理，剪个种子以后要放在冰箱冰半年以后才让它发芽，好，先冷藏它哈。那这个呢是美叶苏铁，也叫幸运草哈。这个是碧丽，看起来像你们看过的那个爱玉子，它跟爱玉子同科，所以长起来有一点像哈。那这个就是神秘果了，神秘果我想每个人家里或许都会种两颗哈，很会结果的。这个也是哈，美叶苏铁，这个也是我们校园有，我有看到。小叶懒人，小叶懒人要掉果的时节也快到了。小叶懒人它真的很漂亮，但是庭院种了它呢，你扫地每天扫地，你就会骂它，没事干嘛掉那么多叶子哈、哦？这个是芝地松，就这一颗，这一颗，啊，这一颗，这个球果里面就会包了很多它的种子哈、哦。然后最下面的种子是最沉。所以整颗种下去，它就会发芽了。好，来介绍这个，这是点樱桃，好，点樱桃。还有，这我们澄清湖畔的，想一想，突然间怎么忘了？独角仙很喜欢的，是，等一下听我讲题哈，谢谢你帮我回答，光大叔。这颗呢是我最喜欢的，我都放在我办公室的，我每天都会拿它来激励我自己。它是竹木，为什么要拿它激励我呢？因为你看哦，它是竹木哦，它也是竹木，好，一样都是竹木，但是呢，比你竹木的你家哈，这里面是看不到啊，你住豪宅，那我会想说，比你我们家小班哈，有时候做得很辛苦很累，老板也不见得不喜欢你。所以呢，不要生气也不要气馁哈，你还是会活得很好，活得很好哈。所以我就会拿它激励我自己哈。然后这个呢，这是蓝雨三马茶，蓝雨三马茶跟我们的白鼠仔呢一样。
那个达悟族的原住民同胞最喜欢他们。南屿达悟族的同胞觉得这个南屿三宝塔呢是有驱魔的，如果他们生病的时候呢，他就在家里插几支南屿三宝塔，就不需要我们护理人员的，他就插这个哈就可以驱魔了。那白素凯呢，达悟族的同胞呢，他们种的藕啊水玉山玉的时候，他在园区里面就会种很插很多白素凯的树枝，因为白素凯黄连黄公哈，所以呢，他觉得插了他的以后呢，他的园区里面的芋头就会跟他一样强壮，还有坚硬，所以这个我们先民他们呢，智慧真的无限哈，可见他对自然本来就以自然为师，然后他非常恭敬崇拜自然哈，所以他们的想法呢，有时候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你可以感受他是求什么。说他内心的安定哈，然后呢，还有他对自然的尊敬，所以有当时啊，种子长大以后，你准备一滴颗种子，我也会建议大家，如果去山上去山里，看到咱的原生植物椰种子，你就不要捡回来了，你就放它在那里就好，观赏就好，因为你的是在延续它的生命哈。那你要捡的种子，就是去行道树公园捡，那个是咱各户的哈，它可以。这是蓝雨诗啊，蓝雨诗，我都觉得植物只要有多了两个蓝雨这两个名词，就会觉得它很美啊，光想象的就很美。这个是蓝天竺啊，这个也是浮木，这个也是小圆刺兰，好吧，种在玻璃瓶里面的。这个也是蓝天竺啊，这个是小小的。有的藤蔓不管多小多大的花器都可以种它哈，你们随手可得的都可以拿来种。刚开始玩种子藤蔓的人都会把他家里的锅碗瓢盆拿出来种哈，种到没有碗没有盘子才会去买花器，那都很正常哈。那这个是苏铁哈，就是铁树。这个是肯氏南洋杉哈，把它做成球果，它也是活了四年了哈。而且呢，这个上面的青苔，我们南部比较不适合种这个青苔，它会死掉，因为南部比较热嘛，所以死掉以后你就可以再换，可以去校园公园看看有没有青苔在旁边上去哈。看一下时间到了哈，好，那这边都介绍完了，再来介绍这边哈。这个呢是梧桐树，我想大家有看过梧桐树吗？光芒两个梯形的，有看过？不简单。我第一次看过，这个是后叶石斑木哈。我说这么多，校长你有记得哪一种？都记得了，不愧是校长。这个是罗汉松哈。前面这个呢，就是有人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吗？不错的答案，还有吗？欧卡斯，欧卡斯哈，这一款喜欢台湾紫檀，它的根是黑色的，所以是很直线的。那大概啊，再来就是这个，我桌上有一罐这个，这个也是防小人的灵头，灵头它的刺很直，灵头有分雌的跟雄的，雌的刺会特别刺还是特别不刺？雄的。女生比较强还是男生比较强？对啊，所以他是母的特别刺啊，你出去被刺到就是被母的刺到特别刺。哎，对，所以呢，我办公室就会放一盆，放到它变成没有刺了，那表示我的小人都走了哈。真的，真的会，所以一定要放一个方向，好像小人很多哈。那这个是，这大家应该都看过了吧？西番角哈，西番角它种子真的就很大，这个不是最大的哦，还有更大的，还有很小的哈，这是西番角，这个也活三年了哈。它发芽很不好发，要发很久，有的人发了一年，它就是不发芽，就长得不发芽哈。那达悟族的同胞也很可爱，叫它魔鬼树、魔鬼果，为什么？因为它晚上开花。那在蓝屿的一个偏僻的地方呢，一整片都是西番角树，然后它每次开花就是晚上，只要太阳下山它就开花，开到太阳要起来了，它赶快
又一卸掉了。所以呢，我们岛主的原住民就觉得那里一定有是魔鬼，而且，晚上开了花呢，还有粉光蝴蝶会喜欢在那里撞来撞去。所以的话，他就把他们南屿岛里面的这个奇楠角跟粉光蝴蝶都誉为魔鬼，都是晚上的活动，而且晚上特别亮，特别吸引人，他们都不喜欢。所以你们去南屿呢，就不要随便带奇楠角的种族去人家家里，他会把你赶出来。好，记得。那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玩种族藤簪的时候，觉得这颗棋盘条对我们来说，玩种族藤簪的人来说很有吸引力。所以呢，我们这一团就组了20几个人，坐船就到南屿那个不是啦，小琉球准备去见走这个。然后去看到大家都疯了，真假？你看到好卡不行，你怎样会失心疯？然后每个人都就赶快动很快。收起来就带了，然后就去捡到当地的两个年轻人搞完去熊，我的情况奇怪，我跳这些啦，还搞完去熊，说够了哦，够了哦，不要再捡了。所以呢，告诉我们什么？当地马郎就照顾他，所以你捡种子够了就好，不要太贪心，真的不要太贪心，不然你就会被拍照，还会偷到网站，磨。我有戴口罩，还有戴帽子。好，这个是我们为了他，真的就组了一团，我们的学生就组了一团去。然后每一期，我们每年都有一期嘛，就是上社会社区的妈妈就会说要求要再去，就说不要去了，真的不要再去了。然后又被拍照，就不好意思哈。那这个呢？这个很像七里香。好，它是糖果乐曲，它也是类似。种在盆种子盆栽里面就会开花的哈，它的花就是很香啊，所以才叫它七里香哈。这个是日本女生哈，就我刚刚介绍的那个种子发芽出来的。这个呢，应该你们都没有看过它了吧？好，都没有看过哈，我现在也突然间忘记它了，但是我记得一件事。就是这个帮我捡种子的人，他去屏科大教论文，博士论文，然后他就很开心，他就发微博说他去屏科大教博士论文，我就马上看到，马上私讯他，叫他去帮我捡飞蝶油桶，然后他就跟着我告诉他的那个指示呢，一直走一直走，我说就在小围墙下，很多很多，赶快捡。然后一起讲论文高料起，然后你就一大袋的飞蝶油桶回来，然后他就隔天他又发文就说，以后是不是每次要去屏科大上课都要带入袋去？说可以谢谢。所以呢，玩种子盆栽呢，不是只是动一动这样好玩而已，你还会遇到很多很可爱的事，就像我刚刚给大家看的毛氏种子，前一阵。毛氏种子呢，有一年我没有时间去捡种子，我们的学员呢，他们自己就利用中午时间，像这个时间的中午是不是很热？然后毛氏种子大概是8、9月，刚好小朋友放暑假，他们就开车去换单一个校园买一堆拿铁，比如说那里有毛氏，然后他们两个就去了，一看整个校园都是毛氏的种子，掉很多，那种子真的很臭。然后掉，因为果实，然后腐烂，有臭味。然后掉很多呢，他带的塑胶袋又没那么多，然后要给那么多学员用，然后他就很天兵，去既然去那么远了，也不会带个垃圾袋一大包去，就带几个袋去。然后看那么多又很贪心，没有带回来就不要了。所以那就在群组的赖说，谁来救我们？在哪里没塑胶袋？那刚好我就很早就第一个看到。一定要处理，因为他去捡走，才跑到万丹去。我就赶快打电话给我屏东的同学，你看同学多好，校友很好吧？你们呢，最好不要认识的人都坐在一起，要跟从来没见过面、不认识的人坐在一起。今天你玩的种子盆栽，不是玩了就带回去了，你还要负责认识左右邻居，认识他们，还要联络。所以呢，我就打电话给我这个屏东的同学。
说我的学员在哪里接受，只在万科大厅都可以支援火速交代。我这个同学学经验很大，很小，说喝水体，我一定动枪不远的水体，然后他的彼此都没见过面，也不认识。那我就赖说谁会去哦，然后他到了就说我到了，那我的学员就说停车位肯定停课啊，你就立刻觉得外面同学便宜啊，塑胶袋，他带了塑胶袋，又带了饮料，又带了防蚊液，又止痒膏都带去了，然后他们两个人便宜就把所有的毛事呢挤回家都挤回来了，不是顺利哦，挤到一半又赖来了，有人认识汽车保养厂的人吗？怎么了？画嘞，哎，画嘞，你真好，这是服了他们的。所以呢，每次呢，我希望看到这些毛事总存在，我就会特别的感动，就想到他们两个这个样子哈、哦。然后甚至快中暑，还被蚊子咬，啊，就是个改特脸的兄弟，然后传来群主我惶恐。所以我每个人中毛事的时候，就特别感恩他们两位，到现在还是这样哈。那希望大家今天能玩得愉快。那我们从第一桌先来这里拿你的花器，好吗？拿到花器的时候呢，先把贴纸贴上，好，贴上了以后，我们再开始种。那等一下拿到种子的时候呢，你就一颗一颗，一颗一颗从旁边开始种。那我刚刚有说，拿到种子以后你要说什么？你是白素宅，我是多一，你要跟我长得一样，这样知道吗？我都要听到你们这样说，好不好？可以答应我哈、哦，来看到你点头，你会点头。好，那我们第一桌就开始吧。好，第一桌在这里就接吧。然后第二桌就接着，每个人就拿一盆哈、哦。还有，你今天拿了这个种子盆栽以后呢，两个礼拜以后或许它有发芽，或许两个月以后你那一盆根本都没有发芽，你也不要难过哈、哦，也不要难过。好，那你们拿到土，上面有一根竹签，竹签不要丢了。你用竹签把你的土拨平，啊、哦，平口拨平，把平口拨平。Thank you.
子很小，你可以从花器的边缘开始种，圈圈种到中间，或是从中间开始种，种到边缘，就把它分散。你先看你的量有多少，给它分散，然后你还要告诉他，你要跟他介绍啊，你们要彼此认识。好，等一下哦，那个种子不要埋到土里，就放在土的上面就好了。把你的土打平，把土打平，放在土上面就好，不要埋下去。哎，你们这一组就有他也是小老师，他可以帮忙。放到土上面就好，把土打平。哎，好帅哦！你知道他什么名字吗？你有跟他讲吗？你是白楚白，我是你叫什么？陈梦婷。No.
着上面就好，不用埋下去，等一下还要铺开饭食。
用水，我们告诉他哈。
我们所有的种子盆栽都不用去晒太阳，因为呢，因为我们拿到种子的时候就不是在太阳底下处理它，我们就一直在房子里面的灯光处理它。种子它的生命很强韧，而且很神奇，比我们人类还厉害。你给它什么环境，它都可以活得很好。那如果你今天把这一盆你的种子盆栽，就一直放在你家的卧室里，卧室不是都比较暗吗？它就会长得很高，长得很高。那如果呢，你给它放在窗台那一盆，强阳光特别强的那一盆，你就会发现它长得比较矮。阳光有矮化它的作用，就像我，你们看我，我妈妈小时候一剃头，一种平胶骨平胶的时阵，把我带回家，我的家那个头剃，所以我的就比较矮，哎是。啊，像这位美女呢，你应该妈妈都没有带你去考草，对，所以你就长得比较高，这意思差不多了哈。那所以呢，我们的种子盆栽，你看，既然是放在家里的，就不能有缝，因为有缝水是不是会流出来？你下面还会放一个水潭，哦，卫生所登革热来检查，你又糟糕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把洞补起来。我们真的要给这个鼓动的老师呢一个掌声哈，谢谢他帮我们鼓了一台创造哈，这是我们的美丽老师哈，他也是我们大树山河晚阳的妆雕师哈，所以我请他来鼓应该会比较漂亮哈。那鼓了以后呢，你的水就不会漏出来，你就可以到处放，放餐桌上也是可以，然后你就不用躺地上，就一个躺平好，室内的灯光它就可以活得很好了。好。